那是什么？他买这个电灯买到890 LED 灯，这个完全没屁用的东西，890，你给我买几个买到890啊？这一个多少啊？晚上出去的时候，这个一个多少？一个多。我也不知道，看整个都超回答，已经超回答，没错，你讲到你有他们听懂啊？不是你的已经超回答很夸张了。你说早上怎样？早上直接引起大家的恐慌，直接阿嬷以为超回答，直接以为家里烧起来，结果是这条浴巾呐、啊。你浴巾刚刚烧起来，你没烧好吗？感觉你眼里当时有烧起来，烧起来。你上一条，你上一条浴巾是不是破去？他刚刚破去，是不是去倒位？那是什么？他买这个电灯买到890 LED 灯，这个完全没屁用的东西，890。到时候可以防狼。他要给你们防狼，他以为我跟他借一次，他以为我要啦。对啊，借一次不要了。妈妈爱你，我不要。你给我买几个，买到890，这一个多少啊？晚上出去的时候，这个一个多少？一个多。晚上出去会很安全的。这个一个多少啦？你看这个多亮。这个一个多少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你说早上怎样？早上直接引起大家的恐慌，直接阿嬷以为超回答，直接以为家里烧起来，结果是这条浴巾呐、啊。你浴巾刚刚烧起来，你没烧好吗？感觉你眼里当时有烧起来，烧起来。你上一条浴巾是不是破去？他刚刚破去，是不是去倒位？你想到你搁家伙，你刚刚在我头上，我等下把你扒落呀！我只是。很危险、嗯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这个发上去抖音，那一堆人会骂你，超危险，超危险的。